前，谢霆锋现身机场被追问和王菲都是怎么庆祝圣诞节，他甜蜜回答，我们天天都是节日。近日他现身某节目，又被小 S 套出了他和王菲之间的甜蜜琐事。节目中，小 S 问谢霆锋上厕所未关系王菲能看吗，谢霆锋甜蜜回应不习惯，但表示洗澡的时候却可以允许王菲看，看来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挺有乐趣。随后又被问到王菲洗澡的时候谢霆锋可不可以进去看，谢霆锋对小 S 去你的，看得出来谢霆锋和王菲在一起生活的很幸福甜蜜。电影中的谢霆锋更是迷人和精彩，俊俏的外形无疑是他很大的优势，但是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他出色的演技和勤奋拼搏的精神。